嗨，你们好吗？这里是马老师音乐电台。你有没有和我一样，刚入初秋就开始怀念这个盛夏了？那是日落时候轻轻发出的叹息吧，昨天已经走远了，明天该去哪儿？铁道旁的老树下，几只乌鸦，叫到嗓音沙哑，却再没人回答。就回来吧，回来吧，有人在等你呀，有人在等你说完那句说一半的话。总有让人奋不顾身的力量，你有哪些难忘的盛夏回忆呢？高考前我们约好考上理想的大学就一起去海边，出发前还有一个哥们儿没收到录取通知，大家退了票陪他等着，当结果出来的时候，蔚蓝的大海就在我眼前。今年夏天去了甘南支教3个月，走的那天坐着摇晃的小巴，我看到班上54个孩子追着车狂奔着，喊着我教过的一句英语 See you next time。 铁道旁的老树下，几只乌鸦，叫到嗓音沙哑，却再没人回答。火车呼啸着驶过，呼啸着驶过，曾经年轻的人也会想我吗？就回来吧，回来吧，有人在等。有人在等你说完那句说一半的话，别走了，别走了，留下吧。多少次让你热泪盈眶，却不敢留下。光啊不听话，总催着人长大，这一站到下一站旅途总是停不下，就慢慢的忘了吧，以为回不去啊，这闭上眼睛就